队投了一局，投了12个球，三上三下。哇，卡特时速144公里，内角偏低五告碎。那现在派上了阿洛伊陈连红上来代打啊。阿洛伊进蛋的这个时阵，嘿，陈连红啊，职棒生涯累计了599分打点，一直吊在那边都没有600分。那介西军呢，共出红不浪有600分打点。所以库里那个球好像是一个变速球，走外角，先来了一个内角的卡特。嗯。讲到全垒打，其实库伦不容易被打全垒打，本季他只有被打一支，是高国庆打的，我们狮队的打者，有点挤到了二垒方向的滚地球，代打的陈连红遭到刺杀，形成一出局。哇，真的，狮队的球迷啊，原本九局上半都已经准备。微微放这个胜利气球啊，哦，要庆祝一下台南的9连胜，台南球场9连胜哦，甚至是他们目前是5连胜了，要迈向6连胜。不过现在还有两个机会，第一棒的小破刘福豪在打击区上，第一个球是偏低的坏球，哦，接下来这些都有长打能力，嗯，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刘福豪有着7支的全垒打，本季目前有7支的红不浪。哇，真的想要一棒就将分区追平先。我看到现场测到的时速146公里。嗯，左投手库伦，对，又在外角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调整的还蛮不错的。又昏掉怎样？狗刚呢？嗯。刘福豪面对库伦，生涯对战11打数只有2支安打。哇，一外一内，今天这两个配球都够刁钻。嗯。刘福豪对战库伦的打击率是1.82，一次三振，两次保送，11-2，两好一坏。这个球三垒方向打穿出去，形成了安打。哇，共感哦，这就是一个布阵。嗯，为了避免让它形成二垒打了哈，所以三垒手黄世豪就很刻意的守在线边。嗯哼，没想到这个正好是穿在他正常守备的地方的右那个左手边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布阵的问题了。不，这个球赛接近尾声，守的比较靠近线边也是很正常的。正常，教练一般来讲，守备教练也都会指示哦。一三垒手也好，一垒手也好，都修改刷边的，就是不要，就是要避免让它形成二垒打。嗯，那因为这样而变成一垒安打，那也就鼻子摸一摸认了，对。不过现在一分落后的统一狮队一出局，盗垒王上到了一垒，轮到的是第二棒，现在换了郭俊佑面对左投手，所以换了右打的郭俊佑，郭大炮上来，换一个大空棒，他想要一棒就结束比赛。现在上来了都有做英雄的机会了，对，所以我看能不能掌握到投手的狮头球了，一棒拉出去。郭俊佑本季面对库伦，应该说生涯面对库伦10打数3安打，3次3振没有保送，对战打击率有30%，10-3。又挥一个大空棒，哇，这球差生啊。那这个情况库伦的 man can hold 住啊，他就再投开一点，因为又怕也拍球。郭俊佑之前讲过，他已经那个算很久没出赛了。他上一次出赛是5月31号，就6月份通通没有出赛。6月份，统一狮队过去的5场比赛5连胜他都没有出赛。嗯，他上一次出赛是5月31。哇，3球3振。早安午安晚安，请回去休息。郭俊佑啊，走回来的过程，我换一直在瞪主审裁判，滴个给那滴个给。我这也是打挥棒挥两球都挥空，啊，第三球没挥又好球。哇，我被三振。哇，库伦。
不现在同一时间，今天主要速度有飙出来，嗯，所以他们一些变速球的效果就很可怕了。统一狮队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棒的潘武雄的身上。潘武雄昨晚狮队赢球的功臣英雄，赛后底下的致辞的时候，那个乡亲大家好，感谢屏东的乡亲。哇，不过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潘武雄面对库伦，生涯七打数零安打，三次三振没有保送，也就是七次面对库伦，一次都无法上垒。潘武雄，这个球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左外野手快步向前，杀死德川安打，哇，上垒了！职棒生涯第一次从库伦手中打出安打，虽然是不营养。但因为左外野手周思齐虽然是左打潘武雄在打，但也很尊敬潘武雄，不敢手太浅。哦，现在呢，统一狮队的再见分都上垒了，上到了一垒，现在是两出局，下一棒是张泰山。之前对库伦七支零，而且没有保送，没上垒过的潘武雄，哇，比赛又来到高潮了。哇，没有泰山这一幕。所以他现在面临的哇，比压力也很大，两出局的情况，今天又刻意把他排为第四棒。张泰山呢，本季打过一次的再见安打，也是他职棒生涯16年来的第七局。那现在要再见安打，是连一垒的都要打回来才有再见。对了，没错。嗯，一垒的跑者都得要打回来。哎呦，天敌的坏球，捕手有接到。张泰山职棒生涯面对库伦则是21个打出6支安打，有1支全垒打，4次的三振没有保送，对战打击率是2.86。现在胜投候选人是李峰华，败投候选人是林月平。三垒方向除了界外，一好一坏。我这个球啊，打了那么高的弹跳，被出力啊，不干单。如果在界内的话，对，哦。我其实包括我们前面谈到了花花张镇文，还有不管是哪一个球员啊，那种落后一分垒上又有人，特别是得点圈又有人，你是两出局之后上去打的。这个赛前张政委说，他头发掉好几根，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最准张泰山就是，就是，因为他跟张政委有亲戚关系嘛，就有张泰山就是这样，面临到很多次这种压力的，所以，我说你头发比他多很多了，就现在又是像这种情况哦，这种打者，所以面这种情况哦，压力越来越多，也的经验当然会越来越纯熟。对，经验值啊，就是说累积的。三垒方向的一个鸟滚，最后漏掉，滚出界外。最后三垒手黄世豪，他是故意让他漏界外的，还是没有接到？故意的话就是跳了，因为不一定捡起来抓得到张泰山。花该是故意的，应该是故意的，因为这个球啊，第一个时间我们看库伦很拼，那库伦是真的是没接到，没接到黄世豪张阿公再来出力，应该是来不及。他是一看，呦，他是故意让故意的，对，让过的哦，真的就跳哎，库伦公赞。处理的非常的聪明啊，因为这个鸟滚啊，张泰山这种鸟滚出现安打也蛮多的。对啊，他在攻击一般内野手都会守得比较深一点。嗯，哇，这个球张泰山冲的现在很喘，所以他给他一点时间慢慢的走回来。两好两坏两出局，张泰山今天的前面4次打击有2支安打。哇，库伦两出局，一二垒有跑者。哦，哎呦，
棒子甩出去有擦到球皮，库伦也很有礼貌，哎，棒子还给你张泰山，哈哈，之前把你棒子砸断了，库伦说这只还给你，明明就是我的，你没有啊，库伦说我 kill 哎，哦，哎，这个太爽了，捡到一根球棒啊，哦，对对对，给你给你，还给你泰山，哎，刚好是他们有秀你的名字，跟有刻你的名字，蛮有趣的画面。球棒还给你哦，真的哦，还有这一段往事对不对，现在又是这两个人在场上对决，对，这就是棒球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谈论好多年了。哇，不过现在呢投打都现在超紧张的啦，一分的差距，挥棒落空，张泰山遭到了三振，这是一个再见三振，兄弟相对最后是以3-2一分之差击败了统一狮队，终止了统一狮队在台南球场的8连胜，终止了统一狮队本季最长的5连胜，兄弟相对也终止了他们的3连败，同时也让统一狮队上半季的蜂王魔术数字原地踏步，还是 M5， 没有办法往下减一。胜利投手是李峰华，败战投手是林月平，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进行球评时间。